家好，我是 Jolie， 今天帮曼婷设计了两款妆容，第一款是60普普妆，是利用晕染的方式让眼妆延伸连接到腮红，会令轮廓更突出，也让腮红不只停留在眼下，在秋冬的时候也可以保持活力感。第二款眼妆呢，是涂鸦式的眼妆，可以展现自我主义，而且非常的年轻，是利用指腹上妆的方式，细腻的叠色，呈现出来的妆感非常的年轻跟有趣。那嘴角的部分也添加了晕染的小技巧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